雪兰的巴生西港码头发生罕见的罗里坠海事故，24岁的本地罗里司机不知何故连人带车坠入海里。消拯局蛙人经过5个小时的搜救之后，在今天下午5点左右打捞起男子的尸体。雪州消拯局长旺莫哈莫拉扎里证实，遗体是在距离坠海地点20米外的海域寻获，随后已经移交警方处理。根据报道，今天中午将近1点的时候，消拯局接到公众投报，指一名男子驾着罗里坠入海里，司机是24岁的莫哈莫哈菲兹。因打倒消拯局，西港消拯局连同沙亚南消拯局动员大约20人赶到事发现场，并且透过海警和海事执法机构人员的协助，出动船艇展开搜救行动。